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威喜。白天我是个平凡的上班族，下班后我在股市中创造自己的第二份收入，运用股神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法，让我在股市稳健的获利。十年来已经累积了千万资产。我的投资方式非常简单，不盯盘，不看线图，也不随市场情绪起舞。买入的股票通常持有一年以上。运用这样的方式，我从台股稳定的获利，相信同样是上班族的你也一定能做到。投资人常常会问说，哪一个股票可以买？股票涨了或跌了该怎么处理？已经万点了还能买股票吗？别担心，只要透过我们的课程建立正确的投资观念，你也可以用简单的 SOP 做出成功的决定。这堂课一开始会先帮大家建立投资知识，如果你是初学者，不用担心，我们会从基础讲到进阶，让大家都能上手。接着教你选股的 SOP， 让我们买到好股票，晚上才能睡得安稳。当然，我们也会教大家如何计算合理股价，同时降低潜在损失，又能极大化投资报酬。最后，好的股票也会有该卖出的时候，教你画下完美句点，准备下一次的出击。只要善用简单的投资方式，每个人都有机会创造属于自己的现金流，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。我是林威奇，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课程。